大猪蹄子。大羊头，先来羊脑，放松点，羊舌头。感谢所有点开燕子视频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在万千的视频中点开了燕子。然后这个视频没有声音了，所以说我就后期配音了，希望家人们不要嫌弃。也希望点开燕子视频的家人们每天都能够开心，事业呢也能够越来越好，家庭呢越来越和睦，越来越幸福。然后希望所有的家人们给燕子留一个双击，留一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燕子呢这个吃的是一个羊头，是麻辣口的，特别的好吃啊，一点都不膻。然后觉得燕子吃的还够香的，然后觉得这羊头够有食欲的，就帮燕子留一个双击和一个关注吧，谢谢大家。然后燕子每天也都会直播，也希望有缘人能够进入燕子的直播间，咱们一起沟通和交流，谢谢大家。羊头抠眼睛，眼睛，哎呦，不太听话，抠眼睛。真香，羊头，先来羊脑。眼睛，大猪蹄子，好吃了。麻酱宽粉。